简单的人轮廓，它不能够成型化。所以那个人在相机，然后视觉的时候就被双方的话，从事情，然后跟他同年纪嘛，差不多。小时是，一个小女孩小时是，她的同学又是，然后过了几年，然后曾经有一个叫大大贵妇，不算，大贵妇。他曾经还帮他，还鼓励他，他又讲了一段他的那个关于大事，不好意思，后来都变了变成为两个都是，而且他朋友他，你看他们都是的，怎么叫？连百亿理工的老狐狸在大陆都会被坑，这没有一定，这我都懂。然后他。这个去上路是因为刚好分为上头上广东潮州上水界旁上水地方第一名上头上，然后刚好有点那个有条路，他另外一个他毕业从香港都认识到现在，然后那个人他就告诉当地他是一个卡他妈妈的我起来那就是这样的事情就排队了，然后那个惠州那个毛一龙那个爸爸就一直回家，他让他把他以前看不上那里面有展现这个房子产的那个爸爸也是香港最高的地方有什么？什么？哦，这一次我去啊，因为要去的哦，好贵，那空着好东西。先看啊，有什么好贵？居然小的都要去三年那个大学，我是办才进入，前面就流氓。哎，就进入就出事，然后呢，还没有说加武器啊，人家要求说，哎，那你有五幺人工，你有地了，你有房子，你有那个装潢那个教室，那个十个大的教室，然后那个一看，你都没有投资那个基本功能，直接就出事。哦，你加了武汉就放电信。因为他边有聚焦，而且那个旁边就是做到西柚，就像是在香港工作，在香港工作薪水很高的，然后台湾挺好花的。然后刚好你在边城旁边，就这么上，你做到十年才这么上到，没有时间聊，听你讲。你什么时候创业成功失败，然后他也是跟他只有这个毕业回去就做过两年这个里面的教育点大部分花的，他这边他当老师之前做这边的，他回去他先教设立英文书院英文中学，教人也不认识的人，教人比较小，他学生也学，他后来他没有教书，自己教，他是老板家里，然后就这个学生，那个天啊，然后就当你说中学毕业，就跟他帮他一起做，在台湾追梦，所以为什么说革命情感啊？因为当年他也是20几岁，那个学生也是18岁，是吧？好几个了。好了，这也是算他做生意哦。对，后来就回来了，就结婚了，就在西湖那边留下许多人，然后
就9年10年，然后他做西口国企，做十几二十年，从那开始，那个经历就那么大，去搞什么，去搞生意，啊，没有，他主要就是教育，什么大安全国，一个经济非常稳定，然后他这个钱就慢慢的。然后他要没有听的话，他说你要出去啊。然后有出去的话，太太也自己要，他因为他是景文这个学校嘛，好像国小的话，也主要是。然后他现在就被军工叫被砍，哦，他退休他不够用，就是，前面讲好了，啊，你现在砍人家在对吗？我觉得莫名其妙。而且又没什么好的人好的配套，那你就在下台阶，那你在那个转个弯摸鼻子啊，都没有。公民化空，我本来想说可以靠那个步，下台阶。很多人不跑，就人家白六万，人家借3万，叫我去六万。然后他就是如果那个他反恐的那个群势力的话，危险的话，他脱离组织的话，他们还是在那个当年那个是可怕的。如果被他一通过的话，只能有3年，剩3年以后就很难办。对啊，正好一个闺蜜，对吧？因为你进入那个我想不到，你进入那个送的地狱，这种能力你不能做超，从宇宙高，为什么我可以超人？你们每分钟每分钟的少了就快了，你自己少自己看。那我们都是这种身心力量，就没有，我觉得没有人相信轻松打飞打，哎，没有人相信，因为对啊，这怎么打怎么打，这般话中了没有？电影才看得到。
三车并入的单机，而且哦哦，世界哦，世界级哦，年轻哦，不是在新加坡吗？啊，在这伦敦和台湾，他大概很多要去确定一个比赛的场。长期长期不同的地方，哎，毛主席都好管，还挑几岁？没看出来，没有就是花钱请那些大佬。最好啊，你看啊，我不需要板子，不需要签字，就是东西，镂空打底，提示的就是一直是天字，一直是天字，一直是天字，再提示的话就是要封，要按才能打，我真正的提示。可能我的现在就这个，你不会拉屎，然后天字住，按天字住，早就天字住。因为就这个，单纯天资没有把握，哇！你又只能一招出来了。要把该闭的还是要闭一下。让你感动一下，哇，百年一遇，这么厉害的一个师傅。要错的一定要对方没有达到成功，我说你呀，有点小伤没关系，让你放心，你就在打他，伤害对我值得，然后我值得，要错的一定要，你看那个电影设计是我，我把电影设计，洪家班、陈家班、袁和平。一个团队的设计的一个灯塔，场景、故事情景之下，盖什么水灯塔，然后呢，那些哎，搬到外面那些纸板工，然后烫上，烫完之后，那个很熟的，从那边烧，那么大，然后进去，然后很多人都去电影，最起码的电影嘛，在电影。
对对对对。